天气炎热，大家一定人手一杯手摇饮。全台饮料店蓬勃发展，各种手摇饮推陈出新。宅粉推荐的手摇饮有哪些能获得最多好评呢？好，上次我们在这个宅志豪 Instagram 有询问各位观众有没有推荐的手摇饮，所以今天是可以喝到一些观众推荐的饮料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号饮品。哎呦，太神了！芒果果粒，马虎茶坊最近很红的芝芝系列，这一次推出的是芝芝芒果果粒，都是用就是新鲜水果手工制作，整杯看起来很有渐层感，所以很像就是在吃 cheese 蛋糕，堪称是用喝的甜点。所以说就是中间就是有芒果冰沙，然后下面有这个他们有加了起司奶盖，很好喝。哎，芒果冰沙。干嘛？过了过了过了，开心了。过了啦，过了啦。没有料很多，感动很多料。对，芒果很大颗的芒果派。对对对对。哦，这个很高级呢，很高级。而且这个其实蛮贵，它95块。我靠，真的很高级呢。可是我觉得还好哎，如果你真的把它想成一个甜点的话，是不是就还好？而且很好看啊，嗯，而且我跟杯蛮时尚的，真的衣服也蛮还好。上面跟下面的味道不一样。如果味道一样的话，就。最好到了，三层口感都不同，三层口感都不同哎。然后你从上面喝下去也不错嘛。哎，如果你喝了一半之后，然后吸最上面的话，就吸不到东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OK OK。那个小的洞是什么？整朋友的时候可以讲，哎，你看这个毛要吹起来了，整人专用是不是啊？太夸张了吧？我觉得它没有想象中那么甜呢。对对对，他刚刚说用喝的甜点，它可能糖分真的很高，可是我并不会觉得很腻，我会觉得蛮清爽的。对，那我就翻了，好，来露出自己的分数，一二三，你们都可以满分哦，我给4分。我觉得以手摇杯这个东西来讲，还是有一点点不方便喝，因为我觉得它用吸管就有一点。喝不出它那个层次感。这种饮料就是它已经兼具了饮品跟上传的 material。你来，你要先拍照，因为它层次很漂亮。你要喝的时候你是不老，你要喝的时候你是不老。他都咬开，旁边就有一群这个铁粉就直接站起来，球棒都拿出来。你可以，那大鱼给100分的原因是数学奇才，反正就是5分就对了。我也给5分啦，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想象中那么甜，比较不会那么罪恶。它的茶味还是在。我觉得其实我刚喝这个，我发现还是有茶，而且就是很快乐，知道吗？快乐，快乐，形容啊！这饮料很快乐，血糖上升让我 happy。太词穷了吧？好的，第一杯就这么强劲，差不多要来看一下第二杯了，好不好？来看2号饮品 ，Lime。哇塞，这个运镜跟刚刚简直是颠倒过来的，还想骗我 ？Milk Sharp。那我先讲一下这个青柠香茶，它就是使用现销的柠檬皮跟墨香绿茶。用手摇的方式跟糖让它整个香气出来，而且就是店员用手摇要摇200下，而且重点是经过我们的剪辑雅欣推荐，他说一定要一分糖跟微，要不要忍一下？一分糖跟微冰。哎，我们前面都有水，我就先喝一点水。我已经漱口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听好像这样讲，我听到一个重点，剪辑推荐的一定有搞头。因为他们喜汗工厂压力很大，能够抚慰他们的一定是好东西，对哦。有道理。那我来喝喝看哦，来，好，尽快买留呆。哦，很香。喝完了是不是？我觉得还不错。Steam 上面玩2000小时做普通人，我懂这个饮料的优势在哪里了。它不甜，可是它让你觉得。甜甜的，没错，它没有很甜，但是你就觉得很甜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完全没说中，这样子的脸，而且来自水果，你喝完了，你的反应，因为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不错，大甜是水果的甜，我觉得它清香感，清香感，它有甜，但是茶还在。然后有柠檬的香气，所以名字屌哎，名字有符合它的物品，我觉得就 OK。原本我会以为是比较酸的，我也以为。其实不讲的话，你不一定会知道里面有柠檬，你反而搞不好觉得是花茶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喝，给分，给分，来打分数。我觉得它那个甜度就是介于没有很甜，跟有甜。会回甘的。OK OK OK， 回甘这个词，我觉得合理。因为有一些
甜是喝了会口渴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就很像食物回甘那种感觉。回甘就像什么？我想知道我的评分。来，一个二三。可是我想现在全部人都算五分，阿布四分。对，因为有可能我是小孩子，你喜欢吃甜的，对，比较高级的味道。可是夏天很适合一直喝，一直喝。对对对，跟那个比，跟刚刚那个对对对，芝芝芒果果果滴滴果果，刚要会更让人刚学讲话是不是？那个就没办法喝，国语比阿布对对，一直可以一直。但是你比较喜欢水果跟甜，对，所以这个你就可以对，合理了。你每个下面。写个妈妈的，这是我的绰号。那我要取个我的绰号，先外托斯好了。是吗？怎么干嘛写本名？这是我的本名，所以嘞，所以嘞。看不出。哎，那我想问。耶！你好，那阿布，那你喝茶吗？就真正的茶泡的茶？我喜欢。哦，阿里山的茶什么？哦，所以但是手摇杯你就觉得是饮料，就想喝甜。对。可是我反而是比较喜欢茶的哎。真的？好吧。可是我觉得那你让你芒果有喝。好，那。喝我的茶。OK， 好，第二杯其实分数也高哎，也高了，也高也高。目前两杯平均起来分数是一样的。对，真的很好喝。我觉得那个剪辑推荐有差，这个东西好喝，但是不太罪恶，是，而且可以喝多，直接订个100杯放在脚下，太多了，对，差100杯就多了，太多，压力超大，速爆。下面一杯，好看下面一杯，看下一杯，最后一杯。好，最后一杯天光乍现呢，主要是调和水果茶的这个种类的第一个品项，它是用埔里的白甘蔗跟阿里山的青茶，真的是甘蔗哎，很像果果，哇哇，啊，这很有桃味，哎呀，好，石锅牙麦，哇，对对，石锅牙麦。真的是石锅牙麦，什么意思？很甜，超级甜，超甜，是啊，哦，对，太开心了吧？石锅一点，石锅一点，石锅一点，我觉得听到真的会讲日文的人，用我们平常在讲日文的方式讲，可以，鸭配好吃，来三二一翻。我先火速讲一下好了，我觉得它融合了甘蔗汁跟茶的两个缺点，甘蔗汁过甜，茶会涩，回不了甘，有一点那有可能是那茶烤不还不错，可是前面那真的太甜。我想听看阿布怎么想。对，你喜欢喝甜的，可能这个为什么三分？我是觉得这个很像吃水果果冻的时候的汁，糖浆，对，没办法一直喝，就是这个是甜点，当甜点的话可以，可是。就是喝饮料，然后带什么的，对，毕竟连嗜甜的阿布都喝下去都。但是甘蔗卤蛋却给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，还要再多蛮多冰块的，就会比较哦，对对对，纯粹这样喝确实比较也素了，就是夏天，没错啦，愿意给他四分了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试了这个五杯饮料，我们要来公布一下，我们今天分数最高的饮品就是第一杯的芒果什么。芒果果粒，芒果，所以贵也真的是合理，有差啦，因为它真的是料多了，料多是带有的味道，真的，你看多开心，他感觉很像赌马赌赢的，赌马赌赢。好，那我们要感谢就是我们的观众推荐我们这个饮料，这么多人都推荐这个，好屌，你们很夸张哎，还是你们是五家分店？请你们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 好不好？我们会给你们一些奖品，我会帮你点回一个爱心给你。为什么？刚刚的镜头在 Q 阿文的时候，阿布还偷吃了一个甜不辣的，他这是薯条文。木曜出来是都有偷吃的习惯，镜头还不想习惯。过一天，哦，真的好厉害哦！下班下课后不知道做什么，是不是手拿着滑鼠却没有目标呢？看我的！想知道最新的电玩资讯以及最新的节目内容吗？一定要订阅。